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半决赛之后，下面将要进行的是诸神之战总决赛的第二场半决赛。这场比赛过后，最终争夺诸神之战王位的名单就将产生。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来自白俄罗斯被称为国宝的迪亚尼斯祖耶夫和大家非常熟悉的位列战神级别的泰拳名将巴塞。那迪亚尼斯呢，大家也许不知道，他是一位现役的特战队的队员，在诸神之战16强晋级赛当中，他以优势非常强悍的击败了来自我们中国特战武警特战队的散打冠军，强势的晋级比赛。那巴塞呢，更是被大家认为是今年诸神之战总决赛夺冠的大热门之一，他的双肘是武林公认的一大杀器，在这片格斗的围城当中，很多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倒在了他双肘的攻击之下。但是巴塞昆仑决诸神之战的路途并不平坦，首次亮相就遭遇了 KO， 但是实力强大的他终于今天来到了总决赛的现场。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仍然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两位选手诸神之战的旅途是怎样的，请看屏幕。人形凶器，霸菜撒叉，小的我们给他那就顶到，这个压迫性相当的强，两方选手毫无招架之力啊。昆仑决击周口战八人赛，从不后退的霸菜如公牛般碾压对手，他的内海上只有不停的进攻，没有退缩与让步。昆仑决十一二人战，巴塞迎战击败波斯弯刀伊萨的法国后起之秀迪伦萨尔瓦多，144被重拳命中的巴塞依旧匪夷所思，扛过所有重拳，用王力式的对攻战术及更加犀利的攻势杀入四人赛。面对他的将是穆斯塔法哈伊达，然而就在比赛前夕却传来消息，因为训练中手掌骨折，穆斯塔法只能遗憾退出，而由此前对手迪兹尼斯祖耶夫代替。My name is Dennis。 迪兹尼斯战胜中国拳手冯兴礼进入澳门八分之一赛，在遭遇穆斯塔法后却只能止步八强，而穆斯塔法的意外退出再次给了迪兹尼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今晚当迪兹尼斯主耶夫对阵巴塞萨叉，谁昂首迈入决赛大门。正如在刚才的短片中播放的那样，其实迪亚尼斯的实力和本来晋级今天决赛的穆斯塔法哈伊达非常非常的接近，两个人很难分出胜负。这次哈伊达的意外受伤给了迪亚尼斯一个最好的机会继续他的诸神旅程。那巴塞，我想熟悉巴塞的朋友一定会为他担心，因为巴塞在面对欧洲选手的时候他的优势也许不会那么明显。接下来昆仑决诸神之战总决赛最后一场半决赛，有请蓝方选手，来自白俄罗斯的国宝级运动员迪亚尼斯祖耶红方选手，暹罗的黄金战将，人形凶器 Ibrahim Mina Uve。
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身高178公分，年龄26岁，职业战绩33胜3负。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stands 178 centimeters tall, age 26, holding a professional record, 33 wins, 3 losses. He is considered to be a national treasure in the fighting ring of his country.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Minsk, Belaru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raitor, Dzianis Zuyev. Red 方选手身高173公分，年龄29岁，职业战绩140胜16负1平，64次击倒自己的对手。2010年 WMC 世界冠军，2012年伦皮尼轻量级冠军，2012太极战 Thai Fight 世界冠军。Now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3 centimeters tall, age 29.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is an amazing 140 wins, only 16 losses, 1 draw, and 64 times 1 but away of knockout. Fighting tonight.Out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prachai Mina Yuthi! 有请本场 比赛的场上裁判，来自伊朗的 Sasa。 待会就拿下来了。Got. Timekeeper. Blue corner, are you ready? Red corner, are you ready? Fight!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卫视和昆唱传媒联合打造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内蒙古站》的比赛现场。现在进行的是半决赛，诸神之战半决赛第二场比赛，是由泰国选手巴蔡对白俄罗斯选手祖耶夫。比赛已经开始。好，一开始这个巴蔡啊就发挥他绿巨人的变身实力，我一上场跟他们的泰国师傅啊在场边祈祷之后，上场变了一个人，好，就把这个反恐部队的祖耶夫啊直接压倒在这个corner 角落边。巴塞被称为叫人形凶器 ，KO 率是最高的选手之一。对，击倒过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对，他的拳非常重，我在想他都是用空手在打这个很硬的沙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穿透力。好的，拳的威力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欧洲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搏击运动发展也非常好，特别是俄罗斯民族实际上被称为叫战斗的民族。是，走，哇 ，Go， 倒了，这是一个独霸，对对对，这个对巴塞非常不利，因为扣掉两分。对，他手也摸到地了，对，手摸到地就算是被击倒，对，非常令人意外哦。对，这个主业，所以一个欧洲选手上场，不管他你看他是什么样，其实都有很强战斗力。是的，尤其是白俄啊，上次 Top King Series 在这个一票的泰国选手到白俄几乎是全军覆没，全军覆没，对，太夸张了啊！我们在白俄罗斯站的比赛中，对，好，这个祖耶夫啊又击中了巴塞好几次哦，这个双方打得很激烈，对，巴塞要小心一点，双方近距离在拼拳，对，巴塞现在不太敢做腹肌了啊，因为他如果打这个祖耶夫的肚子的话，他头部可能会被祖耶夫做一些反击，双方在拼拳，对。直接对头部做攻击，好，我似乎看到有喷鼻血的状况。这个没错，泰国选手一般腿法比较好，但是巴塞是少数几个拳法也非常好的。对，而且很重，很重，顶着打，双方都不过分，都顶着打，好，接完上，一个膝撞。看到巴塞的后手重拳了，打得非常重，巴塞的这个打得还是很好。对，他把身体的重量完全灌到他的拳头上面，
然后呢压到对方的下巴。他刚刚又巴塞了一个前手摆拳，绕进了他的下巴里面。双方看起来要用拼拳来决定胜负了，是两个都互拼哦。双方打的是一个中近距离，所以主要是拳法最有力。但在第一回合似乎两边都把体力有点用掉了，所以后两局对双方的体力挑战非常大。只剩十秒，最后十秒，好，巴塞的后手重拳还是非常的重啊。对，这次的后手重拳呢不做负极的，而直接打头。好像这个职业夫的鼻子也被重击了，打得有点红。Plus 智能设备，更精准反映身体点滴变化。M Plus 智能 APP， 及时定制轻而易举的专属塑形计划。M Plus 纯牛乳，适量而精粹，智能塑形，随便即见。好，我们再介绍到这个主耶夫的他的教练白俄罗斯教练啊，也是一个空降的特种兵军官啊，所以两位啊都是来自部队的一个杀手。好，就是主耶夫是白俄罗斯的国宝，是，对，拿过多次的世界冠军。他练泰拳大概只有三年，进步非常的快。哦，看，又开始压进去了，常看的这个，对对，巴塞已经开始躲了，对，巴塞非常这个强硬。快倒了，倒了，快倒了，不行了，巴塞被击倒了，这个爬不起来了，这个很可能被 KO 了，哇，太恐怖了，主耶夫，主耶夫太恐怖了，对对对，进步了，俄罗斯的主耶夫，恭喜主耶夫，击倒了这个巴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能够击倒巴塞的人，在巴塞这里没有了，留着明显的主耶夫，把。巴塞击倒了，昏迷不醒。刚才两记重拳实在太重了，哎，非常的重。好，巴塞起来了。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对，巴塞感到非常的失望。这个由后补上来的主耶夫杀进了冠军赛。对。这让我想起来上次欧冠杯的比赛，希腊队完全因为意外补赛的时候得了欧洲冠军。部队的一个帽子啊，他们反恐部队的。对。扁帽，红扁帽。太帅了！主耶夫戴着他这个反恐的帽子。对。比赛经过裁判裁定，蓝方选手在第二回合32秒 KO 获胜 ，and winner is the blue corner fighter Zwift。恭喜主耶夫！今天最呕的就是一个人，穆斯塔法，手掌受伤那个。大家看到了，这是为什么成为白俄罗斯的国宝？对，大家刚才看到了前三十秒的这个强悍的攻击，下次真的就是泰国大军打不过白俄，就是这个道理。真的太夸张了，连巴塞这回合都栽了。在过去啊，巴塞是不会躲拳头了。刚才看到巴塞开始在躲了啊，刚才两局太重了。对，而且到最后躲不过了，直接倒昏倒。26味地黄补肾填精丸，补气补血，温肾壮阳，愿男人生活更精彩。玉氏品牌，值得信赖。